我就静静听说肾脏有什么功能，你说有记也当做回来。回忆过去跟病人互动，赖清德一开口就逗得台下笑成一团。从肾脏科医师踏入政坛，赖清德出席肾脏医学会演讲，内容很不一样。每一次选举都买票，啊，这个金钱政治，我说这个是社会上得了糖尿病啊，这个政治变成这个暴力的政治，就像高血压一样。国民党的国家认同啊，我说这个。像精神分裂一样，用医界听得懂的语言，赖清德备战2024，背后组织也动起来。据了解，赖清德已经成立总统大选策略小组，找来邱毅人重掌兵符操盘大选，还有扁系铁三角，包括马永成、罗文嘉、林锦昌，通通回归，要助赖清德攻大位。邱仁先生呢，啊，掌过几次总统大选的一个兵符，经验相当丰富。但是随着呢不同选战的环境的变化，也融合了不同时期的选战人才。比照小英男孩模式，赖清德找各界精英组团队，包括社运出身的洪生汉负责能源等各项议题与民团沟通。林非凡虽然还没正式在团队里，但他以学者身份驻华府三个月，除了跟美方沟通，打理赖清德两岸论述，也巩固在美侨界选票。另外，前文化部长郑丽君处理政策白皮书。当然，我有责任要来协助民进党更扩大跟社会的连结跟支持哦。那我想，这事情也不是只有在选战的时候才做。赖清德新队形，跨世代、跨派系，逐渐就定位，展现绿营胜选企图心。三立新闻各自刚柔博台北采访报道。